方向，向活佛圣像暨诸天神圣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请坐下。贵宾介绍，今天我们共同出席的贵宾非常多，那么容我在这里逐一为大家唱名来介绍。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是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的副总会长，也是佛光山的住持新宝和尚，校长林聪明校长，桃园市议会苏嘉玲议员，商业发展协会董事长许天才先生，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副总会长暨财团法人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先生，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副总会长以及是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宝先生，高雄东道山关帝庙主任委员吴敬台先生，宗教总会监事长以及李署理会长慈荣法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理事以及高雄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理事以及财团法人中立董事长，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理事以及国民古迹麦寮董办公传统宗教总会，现场所有出席的理事跟各位监事群们，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谢谢。掌声好不好？我们再次邀请中华传统宗教总会所有理事跟监事群们，感谢你们，干不加，谢谢，好啦，干不加，好，谢谢。同时，我们邀请中华传统宗教总会所有学员的团体公庙代表朋友们来掌声欢迎你们，也请你们一起起立接受我们的掌声，谢谢，干不加，谢谢。同时，我们非常感谢贵宾朋友们，也同时掌声感谢你们，谢谢。我们也特别欢迎是佛光纪念馆的驻馆艺术家吴荣赐老师，掌声欢迎吴老师。驻馆艺术家倪朝龙老师，来掌声欢迎老师，谢谢。还有今天所有出席的信众朋友代表们，来为自己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干不加，谢谢罗拉。我们也再次特别感谢今天共同出席的这位贵宾以及法师们，再次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在这个上方，我们其实也代表
家人，我喜欢你的人，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和平的理念来给全世界，
好，谢谢我们欢迎是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的理事范思君范理事来掌声欢迎。范思君范理事来掌声欢迎，谢谢。好，谢谢我们邀请中华保生博物馆的六位的秘书长陈顺达先生来掌声欢迎，谢谢。继续，我们欢迎是易酒有限公司汪一鹏董事长，掌声欢迎。继续，我们欢迎是裕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王婉珍董事长，掌声欢迎，谢谢。最后，我们欢迎是裕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正董事长，掌声欢迎，谢谢。以上十二位，我们非常感谢这十二位工作组来共同促成了2020年音乐会我们参赛的活动，再次感谢他们，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宝和尚为我们颁发这次的这个礼品。由于您的大力赞助和扶持，让我们这次在2020世界神明音乐会能够借此圆满，而人类幸福的计划、社会更加平和、宗教间更加。